的这个特惠行程，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另外呢，在我们高雄的主题乐园，这一次在我们高雄巨蛋国际旅展的演主题乐园总动员了起来，包含了有义大乐园所提供的套票，每一张套票每个人呢只要499元，也特别谢谢我们铃鹿赛道乐园的套票，每一个人呢所提供的优惠只要550元。另外呢，我们的潘环乐园雷射枪加卡丁车，每一张也只要699元哦，这么好看的优惠呢，推荐给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。不但如此呢，我们大会的好朋友非常非常多，这几间为大家介绍的呢，喜欢泡汤的朋友，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双人出游省很大，到底省多大呢？我们特别感谢清泉日式所提供的住宿加泡汤，只要2400元。另外呢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呢，富丽温泉所提供的联合住宿券，也每一张只要2500元哦。再来谢谢我们白宫行馆所提供的海景房，只要3999元，这么多的好看，双人出游真的省很大，谢谢。哇哇哇，还有更多更多的优惠来介绍给我们全国的朋友，也就是呢，我们台北富敦饭店呢所提供的双人房只要2800元，我们救国团呢也提供了这个青年同游券，也只要2899元。另外呢，我们福湾庄园呢也提供1%30的5100元，还有我们一家天苑这个酒店呢所提供的住宿加乐园也只要5400元，这个是双人出游，是两个人出游的这个价格，这个优惠价格哦，真的是双人出游省很大哦，所提供给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以及全国的朋友这样的优惠，谢谢。还有啦，跟我一样的爱吃的朋友呢，切这个注意一下喽。我们餐券超值省到底有多省呢？我们这一次呢，在我们高雄巨蛋国际旅展的4天，11月11日到10月14日的这个活动展场现场呢，特别感谢了我们的这个呢海霸王城市商旅所提供的午晚餐，只要499元。也谢谢呢我们的星星票券，还有我们丽之酒店、大妈大饭店以及我们义大皇家所提供的这个餐券超值省，想要买餐券的朋友，这一次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喽。另外呢，再来一次超值省的这个活动啊，在这里要推荐给我们全国的朋友呢，来参加我们高雄巨蛋国际旅展，我们4天的活动喽，现场下沙超值出清特惠价，最好最优惠的价钱呢，都在呢我们的这个旅展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美丽的 SG， 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现场1111元的那一位参赛者就赢了，他可以拿到我们的北海道机票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是不是好哇？我们的美丽的 SG 产前呢，真的是美丽无比哦。好，再给我们在场的媒体5秒钟的时间，5、4、3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的参赛者呢也都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喽。我也要跟在场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大会的好康哦，包含呢我们4天呢有玩翻亚洲转转乐超过2000张的机票呢要来大放送，每天都要送出机票，每天都要送出机票。那么呢，待会儿我们即将出炉的时候，好，我们铲子好不好？放着就好了，它看起来很难，好吧，好，放着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后面这5位才是主角。要把我们的芥末酱满满的整条挤干净哦，挤。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我们找这位，我请他代表一下，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试试。好，最后5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难受吗？给我，可以吗？很辣吗？很辣。待会儿我们请三位，我们现在请三位来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这个北海道的机票呢，待会儿只要出到大家了，哇，这个是难受香菇哦，
说哦，好开心的、啊，好，谢谢我们天科一所水帽，我们也所有的，我们要再加秒数吗？要再加秒数吗？要吗？好，我们在场的媒体哦，都说帮你们加秒数哦，好，再加几秒，三十秒好不好？好，再加三十秒，来加参赛者，继续继续，预备备。在哪里？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。来，先预备啊！